慕尼黑华语电影节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珍珠的导演李云波。珍珠这部电影是基于一个真实人物原型发展而成的广州本地的一个粤语电影，它不光是关于这个单身女性大龄面临的困境和人生的问题，同时也是关于每一个人和可以思考的人生选择和他的人生之路。那么这部电影是用一个纪实的风格拍摄的，但里面有很多超现实的一些片段，因为我们是想用电影语言来为这个城市、为这个女人写一首深情而忧郁的小诗。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